当时吃分的啊，上把。这把玩什么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无法回答。看装备，看装备怎么给？这把是皮，皮城大学。彩色的海克斯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选择战争财宝的话，要赢啊，赢的话雪球滚得很大。哦，你看，对吧？恶魔契约，说实话不敢拿。哎呦，这个我感觉很难啊，怎么办呢？没关系。我点我买选的又是战争财宝，我就赢不了，对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先忍一下，先忍一下啊，先凑个双法，不着急冲，给他们先冲，给他们先冲，我现在没有资格冲，我忍一忍。战争财宝触发不了，很烦。别急啊，这前面没牌，这个掉血不正常吗？这五连败不很香吗？啊，人家上来把把给你牌能赢啊，那怎么可能啊？那这个游戏变得就没有任何意义了，就是要这种啊、很难，然后通过我们的运营取得胜利，知道吧？劣势局怎么打？劣势局怎么打呢？这把说实话没得打，五连跪。但是没关系的，因为我们等会发力了，这波野怪打完就发力了，知道吧？我特意吃一波五连败利息，野怪打完可以让他再输一轮，这样六连败正好是个拉人口的点。你给我这个东西干嘛？没有攻速啊，这装备我怎么搞啊？那我再给他输一波呗。这装备锁子哥的装备啊，这把输赢不重要啊，不重要，现在还发不了力。现在还发不了力，五十九滴血，不着急啊，还没有到发力的点，还没有到。平衡预算，重铸两费没什么用，没钱也不行，三十滴血、八十滴血没啥意义，不要，没有潜行，没有挑战。这个东西有点老，说实话很脏，但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没关系的，正好拿装备，还没有到发力的点，这波装备拿完是必须要发力了，知道吧？你们看嘛，哎呀，急什么呀，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玩的，懂不懂？这游戏就是这样玩的，你要么连胜，要么连败，要么有血量，对不对？你三个占一个，你就没有问题，知道吧？就玩的非常好。像我们这把连败，哎，有经济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等我一发力，他们一波一波都被我入，对吧？一样的，不打回来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你前期不来牌你没办法呀，对吧？就像你打麻将一样，你听牌了你摸不到你怎么搞，对不对？你差一张你听牌你摸不到你怎么办？你没有办法啊，发力了，要我啊，好起来了，我赢了之后就要转连胜了啊，没赢也非常好，我说实话，哎，没赢吃个八连败利息，四滴血，三波容错，非常好啊，装备我也先拿，对不对？折力啊，转折力吧，转折力直接，我操，转不了，转折力是可以转的啊，
我这羊刀这个价对吧能转的，哎，我拿了，他要大棒没办法，运气是有点差啊，不然这波转折力也舒服。行，那我们就继续说这个。但是这把呢有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们得提前了，提前花钱了，因为这把是没有办法上八在大地了，知道吧？因为这把运气实在是有点差，我们要小地一把，小地一把，小地一把，二星老乌鸦吧，顶一下还是可以的。二星老乌鸦顶一顶，就还可以，这就好起来了，知道吧？哎，这样就好起来了，这样就好起来了，兄弟们啊！格温没地道，没地道就再等一手，哎。最起码有个二星乌鸦了，好很多。好，这一波我不希望他赢啊，但是我的战力现在也还是可以的，我希望他输，小输，哎，不要输太多。好，非常好，十连败吃野怪很香，野怪吃完啊，63块利息加50块，很舒服。17滴血，也就是说只有一波容错啊，一波容错的话呢是有点危险，但是不代表打不了啊，不代表吃不到分的，知道吧？因为你装备对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啊，卡莎装备搞一搞，直接就小地一波，啊，先小地一波，等后面有大地。我怀念虚空的黑暗，好，锁住啊！我看一下啊，下一波大地直接锁住，哎，下波地个痛快，好像有钱，很好，好，输了，没关系，有一波容错的，哎，有波容错的，直接全部二清，羊刀卡仓。对吧，完美装备的锁子哥，然后三星锁子哥吃，哎，吃，虽然他只有一星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有战争财宝可以打钱啊，他肯定会二的，知道吗？没关系的，哎，没关系的，完美装备这个很重要，洛丽兹卡萨无所谓，反正我们也不追三，哎，
我是为什么少个挑战呢？挑哎等一下哦，刀妹，刀妹，我说不对，没有刀妹啊，我刀妹呢？我到现在好像没有接到刀妹。对呀、啊，没有刀，出不去吗？被他封锁住了。说实话，太冷。这把，说实话，运气有点差。有点差，这锁子哥为什么瓢了？就是一个递不到呢？为什么他一个递不到呢？很奇怪。哎，这波真的很奇怪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对吧？卡池里这么多卡，我递了这么多锁，他为什么不来？前面也不来，后面也不来，这是为什么？很奇怪。